我又被挑战了。提名的人呢，就是林董。林董就是你啊，不要假假，没有听到。不要跟我在那边光辉岁月啊。下一个人就是你啊。哟，你们看到吗？哟，小杨啊，你做什么鬼？鸡蛋糕把那票丢给 Yuki， Yuki 丢给你，你白丢回给我，我老诶，有这样厉害主咩？还没有介绍到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OK， 这一次呢，既然你要发起挑战了啦，我就不要这样多护忌，我就要接受你的挑战。小杨，既然我要煮的东西哦，我在网上看过，人家是用那种韩国拉面，可是我就拿来换成 Maggi 来煮，就尝试看一下，不懂好不好吃。今天我要煮的就是，哇，这名字有点长哎，火腿 cheese 牛奶咖喱 Maggi 面。哇，这个我真的没有试过嘞。讲真，我现在不是家里没有 Maggi 面，我现在是没有材料哎。现在我要去买材料啊，在外面又下着雨。哎呦，走啦，去买材料啦！记住啊，你啊，是刀剑，我拿麻将来装，有碗要装，那个嘴巴呜。是哪一个这个牛奶？然后这里的火腿我就拿一个这个，就又买一个火腿跟一个牛奶啦。OK， 现在已经买完我的东西了，拿下来就回家煮了啦。我们不要待那边太久，你们看整个宿舍啊，是很多店都没有的开，看到那边，所以看到我都很感慨一下。所以希望呢，疫情可以快点结束，快点好回来。OK， 现在已经回到家了。然后今天呢，我用的 Maggi 呢，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分量是刚刚好，就是这个 Big 咖喱 Maggi 面，刚好是最后一包，我就用这个来煮了啦。它这个 Big 咖喱 Maggi 面我很喜欢的，你看啊，它原本不是那种小包的，一包牛吃不够，两包牛会太饱太腻哦，所以这个 Big 咖喱哦，你看它分量，它这个 size 刚刚好啊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开始煮了，我就用这两片火腿，不过它也不讲很硬啊，软软的。OK， 我们先煮开水先，那个水的分量呢，只是这样子加一点罢了，因为等一下还要加这个。牛奶，所以我怕等下加太多水的话会很淡。OK， 顺便给你们讲一下，在来临的星期一呢，21号，你们要知道我是 Beyond 的铁粉、忠实粉丝吗？是不是？我会在我的 IG 晚上8点开个 live， 全程呢都是在唱他们的歌，来怀念我永远致敬的黄家驹还有 Beyond 啊！所以你们就来 follow 我的 IG， 我会在21号来临的星期一晚上8点记得来看 ，OK？ 现在烧水开了，先下面先。你给它一点软，软。我有点感觉嘞，这种味刺嘞，这种东西。啊，没给咖喱加牛奶可以吃的嘛？其实原本哦，我还想要叫其他 YouTuber 来挑战，可是到最后他就想到，哎，如果其中一个提不到一个人挑战的话，那个东西就卡在那边了嘛。今天这一个挑战就到我这边就 end 了，起点是我，终点也是我。给那个面煮开了嘞，就开始倒这个咖喱粉了。哇，这水是少到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这样子吃啊，你马上火大了，知道啊。OK， 要搅给它均匀了嘞，要开始下这牛奶了。牛奶嘞，我不管下多少嘞，我就阿嘎下一个半杯这样的分量吧。每天在加牛奶什么鬼啊？然后嘞，现在开始放两片火腿，然后放两片火腿下去给它滚。给你们看啊，加牛奶，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。呀，可以吃了吗？这东西到底？哇，我会有点紧张啊！我这手里啊，鸡蛋，妈的，我一直忘记加鸡蛋了，怎么这边？给，牙滚！哇，味道又很香一下嘞。给，鸡蛋差不多熟了啦。然后最后 ，cheese， 我把它放在上面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很像有点。外向好像有点可以这样嘞，整个没有汤啊，我要干水啊哦，不给了，再加一点水比较好。哇，这个 cheese 融在里面了。OK OK 啊，起锅上菜。我的呀，有点这个颜色我有点难形容嘞。我再放两片火腿下去。OK， 搞定。给你们看，
哇，很鬼的，我喜欢这种，我喜欢这种鬼鬼的。好嘞，我就先来吃吃啊。我们先喝看它的汤先。哇，那牛奶味很香哎。我很紧张哎，我没吃过这样的东西哎。吃这个配牛奶喝还可以讲，你倒一起来煮真的没有试过。哇，很 match 嘞喂！哇，牛奶，它牛奶香味跟那个 cheese 配在一起哦，然后带出 Maggie 那个辣味，哇，真嘞喂！来吃干面，来吃干面，喂，好吃嘞喂！哇，很开胃耶这个。给拿一小片的火腿先，拿汤，拿面，所以汤跟面再放一个火腿。哇！哇哇，这真的是没有太夸张了嘞！你们真的可以试试看那家的样子煮，牛奶带点 cheese 的味道，然后它辣是带着 Maggie 辣的味道，它哇，今天给我爸爸加形容哎。OK， 现在我老母哎，鸡蛋糕啊这样等我煮完你还没有捅你看。OK， 来你试试看这个不一样的 Maggie 面，我敢保证哦，你吃到这样大，你吃到这样老没有？你没有？你要喝看它的汤先。你喝看看有什么特别那个味道？哇，好喝好喝，好喝好吃好吃哦！来，你吃干面。很滑嘞，很滑哦！给来，我帮你配。你看吃这个面样子吃了嘛？拿一点汤，拿一点面，有带点鸡蛋的面，然后配火腿。啊，样子好像很高级这样哦，来，这样吧。啊，这是一起的吗？吹啊，烧啊。哇，好刺哦、啊！还有表情哦，还味道很浓哎。其实这东西煮法很简单，我来介绍你们。你们只需要买一个牛奶，买 cheese， 然后还有买火腿，火腿只是一个配料样子吧。如果你不要火腿是可以的，最重点就是牛奶跟 cheese 啊，就这样子煮。所以这一个你们真的可以试煮看一下。啊、我吃完了哎。啊，你吃完了，不用紧啊，你肚子饿，你吃完了。OK， 所以我的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样的影片的话，我下次应该很少会拍煮了，因为煮的东西。你讲话哎，是啊，好吃，我煮了啊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，记得 follow 我的 IG 下个拜一，我们晚上八点我要开纪念 Beyond 歌曲的 live。OK， 所以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支持，多多支持。